杀。OK OK， 那我也去挖吧，我也去。我操！我三滴血。龟田，你看一下那个。我操！狼人，狼人，有狼人。我操！那边我好像存过木炭，着急用的话先用那个。操牛逼！分离。哪里存了木炭？牛逼！就是分木头的那块区，你看有没有木炭？哎呦，我操，无了。原木能烧吗？要不吸到什么了？吸到什么了？对。有可以解锁的吗？做装备又没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错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应该是这里吧？这里传的好快啊。箱子里的，然后我先回家。那我就先不动这个了。我操，水巨人又来了！水巨人又来了！我操，哇，你怎么一直在拉怪？等我恢复血量的。不杀的水巨人是吧？这游戏能不能有马呀？我实在是跑不好，哥玩的累。后面有牦牛。我这里有矿吗？应该是这儿。他们说在地下。挖嘛，挖挖挖挖挖。这里产的巨快。不是这的。我再找一找。挖深一点。两个狼，我农民，我农民，什么东西？我农民，农死你！我靠，石头人！啊，就木材啊，就没了呀？不是，怎么他妈的大飞来了呀？我日你妈哟！没事没事，三个弓箭手。完了，家里后门有那个灰矮人萨满。三个，打得了吗？打得过吗？我没有体力了，我转身爬上去吧。这样我倒退就睡了。我打发。哇，你回来。他手是不是那有点长啊？快死了。来，我来打他，小王建个床。OK。建个床，建个那个传送门。建好了，你得告诉我名字啊，我传过去。我在家里改一下。6655。哎，6655。哎，怎么有一样的？怎样？我就问一下，你改好了告诉我。6655，也是6655还是6655？小乙，后门的萨满帮打一下行不？我身上没装备。OK， 那没事了。先不打吧，先回家来。他会破坏我们的房子。他喷那个毒，我在这边都被喷到了。来摸盐。好。我操你的家！我想摸一下你。咋了？我靠！不会，那个铁我没摸，你们昨天摸的铁我没摸，铁在哪里？挡住了，挡住了，弹反了，刘哥。弹反他，弹反他！我一百多伤害，我一百多伤害，弹反他。OK。我会被砍裂开了。我给你放箱子里啊。好。放车。天上又来了个东西，有狼有狼有狼。蜂蜜你们记得提取啊，蜂蜜有很多。哎，我被狼咬死了。对，不行，双龙得先处理狼，得先处理狼，我来处理狼。狼我杀了。我采了19个蓝莓放家里了，会不会？啊。我先处理龙。你去处理那个飞天的。等会等，你处理完帮你弄。淘淘怎么化了呀？淘淘。啊！没拍化，一巴掌。
我操，我刚传过来。你们过他马死了，马死了。门叫什么？665。小李卡，你就是啊，算了，没事没事，我来我来。死了死了。OK OK。我操，一地的水晶。